大家好，我是程毅。在《理想照耀中国》里，我饰演的角色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斗英雄关崇贵。我很荣幸自己能够饰演这个角色。关崇贵是一名出色的战士，在朝鲜战场上，他亲眼目睹了自己的战友在敌军的轰炸中一个个倒下。情急之下，他用机枪14发子弹打下了一架美军飞机。在又一次惨烈的阻击战中，3天2夜的血战，阵地上仅剩他一人，一直坚守到了最后，奋不顾身，舍生忘死，拼来了山河无恙，家国安宁。这就是关崇贵的青春。是什么让年轻的关崇贵和他们的战友们奋勇作战，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？是信仰。他们是一支有着坚定信仰的队伍，这支队伍的身后是刚刚站起来的新中国。